机，哎呦，再来一次，给你，啊啊，哇哦，你好了你。冰冰的，来，新鲜的，
是你看他们都很饿。虾卵，哦，这是干燥的哦，它在这样的环境下呢，可以存活五年。我们这里有滴管，所以大家呢，一人可以拿一只，我们去体验喂食。这个在动的，不是脏脏的，里面是鱼吃的东西。没错，老脚那它是在喂鱼苗的，可以喂小鱼了吗？对，我们呢去喂小鱼，接近水面，然后这样滴下去，然后小鱼呢就会游过来。这是小鱼苗，有没有听到那个起重机启动的声音？好小。
拜拜。大家早安。你有没有睡饱？有，我想坐回我的推车里。你要坐推车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先把床铺收一收吧。两只好可爱哦。但现在都没有人，赶快过来逛。哈利波特里面的分类帽。对呀、啊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去路径看梅花鹿。走喽走喽，刚刚走吧。被爸爸拖着开心。妈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垦丁路径，里面除了可以看梅花鹿之外，还可以喂水豚哦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看梅花鹿喽。你可以问妹妹啊。妹妹叫什么？啊，不同学、啊，不同学，对，妹妹超可爱的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是水豚家族互动卷哦，所以我们可以跟它互动哎，哎呦，看到了，在那里了，它在看我，好可爱哦，然后那边有好几只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跟它们互动哎，好棒哦。好了，我们进来咯，进来看水豚，要怎么喂？收玉米笋的叶子先喂它，闻到香香的就会过来。先嘟嘟车车要出动了，好可爱哦、喔啊，好萌，好疗愈。那它吃好快哦、喔。对，来哟、喔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大老鼠，哎呦哎呦，水豚君，哈哈哈，安安看得好认真，哇，好美啊，哈哈哈。好，爸爸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乖。我刚刚去换了一组，全家他就是鹿喜欢吃的都有。我们来喂吧。萝卜。好可爱哦。那你会害怕吗？他嘴巴都还没嚼完就第二个。全部围过来了。真把被抢完，好吃吗？还要吃梗吗？哎、欸，他不要梗哎、欸，他好聪明哦。那我来找一只愿意吃梗的。我跟你说，通常关在笼子的都会吃梗。我们来喂母鹿，母鹿应该就会吃了，因为这区都被关起来。哎、欸，有一只鹿过来，你试试看，你要吃梗吗？我们剩下粗粗的梗，不要。他不买单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有得吃都好。现在是梅花鹿吃播时间，好厉害哦！它的牙齿居然可以把那个都咬碎。对啊，它要吃甘蔗。本来他们会吃这个，我以为这个都是被剩下的。好可爱哦！拉走了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喂完了，没了。被抢夺一空了。抢夺一空。他们都会自动走过来检查一下哪里还有。它这边除了有梅花鹿之外呢，外面有咖啡厅。那我们去喝个咖啡吧。对，走吧。好啦，恩恩，我们这两天出来玩开心吗？开心。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行程是什么呢？明明解说员呢？还是夜宿海参馆呢？是我们来喂鹿。明明解说员。真的、哦。
海星喜欢吃什么？蛤蜊。那我喜欢吃什么？不知道啊，看看吃剩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有来恒春玩的话呢，阿妈也会把这两天体验的活动相关资讯发影片下方资讯栏哦。阿妈，我们下课喽。下课，喜欢恩恩记得按时给恩恩老师，大家拜拜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。